我是公关列车的那111年三月十号，瑞芳王家路11:04，出发的是62次复兴号来了，所以把这点花灯号台灯，等末代复兴号，拜拜，1418淡定了，要八节复兴号62次，再见喽。末代复兴号在瑞芳红桥路通过了，所以把它叫花灯号台灯。1418淡定红桥加八节复兴号在瑞芳红桥通过。而如果下面的马掌们多多点我们到，以及更好明显，感知就那，拜拜，再见喽。